访问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海内观众亲戚都大家好。啊，顶两集吼，咱在讲着讲白色恐怖，讲着这药白啊，这安尼，唔是因中国人带啊，中国人来台湾统治了后，伊就用伊的手腕逼咱老实的台湾人来替伊做代志，做伊的眼线啊，来真无辜之下来去做这个药白啊，安尼吼。啊，咱即摆咱过来刷落，过来讲即阵呢，就是要来讲着讲肉粽。讲着肉粽吼，这学生囡仔吼，我先讲一下咯。学生囡仔讲哦，啊，老师问讲哦，所有诗人恁较喜欢倒一个？伊讲哦，我小明就举手讲，我着较喜欢迄个屈原啦。啊，为什么会喜欢屈原？他说像李白啦那一些人啦、啊。写了一些那做了一些头拉骨的诗哦，还阮背甲安尼，咁要迄落去啦吼，嘿对啊，背甲安尼咁要迄落去，啊，干那吼，独独吼，屈原上好，佫留一挂肉粽互咱食，咱佫会当放假，肉粽一个当放假，佫有肉粽通食。好，咱即下咱来讲着，即个肉粽者，虽然讲过真久啊，因为顶阵仔也较无闲嘛吼。啊，咱即下咱就来补充来讲这个肉粽，是肉粽节啦，是肉粽。变成咱这个五日节啦。嘿，五日节啦。咱人是讲五日节啊。咱五日节变来是五日节迄日。要讲啦。啊，迄日我去南部啦吼，去南部无当啊，煞未当迄落。啊，若讲过去，但是心肝真艰苦啦。啊，即马来讲这个五日节吼。准无肉粽，通食嘛，有肉粽味啦吼。有啦，即马四季菜籽啊啦、叶籽啊啦，你不管是要食肉粽，拢有啊。啊，即个五日节，咱过去拢讲做五日节啦。嗯。吼啊，有另外一个名吼，在阮的年代啦。嗯。讲五日节，啊，另外一个名号做白龙船节。嗯。就是白龙船节。嘿。啊，即个无讲号做肉粽节。嘿。在阮的年代吼。嗯。无肉粽呢。哦，我的年代就有听到讲肉粽节啦，唔是啊，是讲唔是讲无肉粽啦吼，在阮的年代是，这个五日节唔是咧包肉粽，是包咸粽，咸粽甲肉粽对啊无共款，无共，哎呦，店面咧卖，嗯，只好做肉粽，嗯，店面卖只好做肉粽，咱厝包咧拜拜吼，嗯。两块，一个咸粽，一个咸粽，嗯，对不？对，咸粽跟咸粽，啊，个粿粽啦，客家人靠在包粿粽。粿粽是不要发展的啦。哦。在以前，恁客家人嘛无粿粽。哦。粿粽即马嘛是客家人了，河洛人嘛有啊。是粿粽是以后发展的。哦。粿粽废弃啊。系啊。嗯。啊，所以本来是咸粽。嗯。啊，你肉粽是店面那边。嗯。店面才会包啊。嗯。啊，咱咧讲这个肉粽，在阮这年代，阮食的肉粽哦，嗯，是恁食袂到好食的肉粽啦。讲一个，恁无法度食到的肉粽。讲我巴肚枵。恁无法度食的肉粽，阮食的肉粽哦，好，第一，咱即马先讲内容，嗯，好，再来讲这个肉粽料啊，好。嗯。阮食的肉粽是啥物款呢？嗯。味道。哎，味道，味道你知吼？哎，我知，味道，味道，味道都这个时间修成的啦。嗯，所以上新的味道啦吼。味道，哎，啊，鳄鱼，是不是叫鳄鱼？鳄鱼就金钩虾啊。哦吼。鳄鱼。哦，虾米啦。不是虾米啦，鳄鱼啊，鳄鱼跟虾米是无共。啊，无共。哦，鳄鱼就黑鳞啦。唔是虾仁啦，曝大迄个大尾，曝大迄金钩虾才大尾咧，哦，就是金钩虾吼。鳄鱼，嗯，干贝，嗯，鲈鱼，嗯，哦，嗯，啊，葱头油菜，嗯，啊，去包的啦，嘿，哦，包的，好，啊，过来有一个方法就是我浸嘛，粽吼，是爱安尼粽米甲虾落去啊，只虾咧啊，甲包咧。较早阮食，唔是，阮食是腩，然后食包落。哎，唔是包鸭，是拢总有诶。哎，拢总，
迄鼎内底去敲包的啦。啊，迄味有炒过无？有豆油炒过。无炒啦，无炒。无炒。白迄落糯米甲菜刀。对啦。吼，啊包金糕虾甲遐迄落。用好调味，调味调味调好了后，啊再去包的啦，吼。包的了后呢？啊，包晒啊，搁吹。晒。再去晒啦，吼。啊，即物咱咧讲即个。这个咸粽了哈，咱台湾这个咸，感觉就讲足乡土的哈，足唔好的了哈。你捌食韩国泡菜无？捌啦。韩国泡菜真有名，国际有名。对啊。韩国泡菜吼，这什么？正名吼，这什么？韩国话吼，这什么？我唔知呢。叫做金针啊，金木针。金木针。你台湾的个。中文甲译做韩国泡菜，你来去韩国人家讲要甲你买韩国泡菜，你听无啦？伊啊金木金，伊是全世界伊都做金木金。金木金什么叫金木金？金木金就是咸菜啦。哦，咸菜。金木金。金木金用汉语能力写咸菜啊。哦吼。咸菜。啊，所以咱台湾来讲咸菜，啊，无爱食。咱的咸菜是无咸，因的咸菜是用白菜来生的咸的。是大白菜，山东白菜，山东白菜，吼。啊，所以说，是咸的，或者咸粽，吼。啊，咸就咸粽嘛，吼。啊，即嘛是讲内底有人会甲包肉，当然咸粽嘛有人会包肉啦。总是拜拜的时候做咸粽。啊，是去店面，阮现在店面买只咸，叫只肉粽啊，肉粽啊，你卖只。其实内底拢同款。对啦，啊名称无同款，对啦对啦，肉粽甲咸粽无同款，嘿。啊，即摆咱就讲这个肉粽吼，就告诉你讲这个五日节吼，可是屈原，吼，跳江，吼，啊大家要甲祭屈原的时阵包的咸粽，讲卖予鱼仔去食屈原的尸体。啊，恁即摆咧想咧，台湾的咸粽四四角角遐吼，四个角安尼吼，全世界。敢若台湾有法度包这个咸粽，你敢知？哎，对，有的人包长的啊，啊，有的人包迄落越南人是包四角的啊。是，那是差是倒？是差伫倒？都有迄个材料才当做安尼啊。哦，有竹蛤。咱台湾咧包粽的吼。是竹叶啦，毋是竹蛤。嘿啦。是竹叶哦。嘿，有的人用竹蛤，有的人竹叶啊。做咩分你？哦，你这个爱固定读大类。好啦。好啦。那你等包粽的这竹叶吼，什么竹？麻竹。哦。但你唔是台湾人。啊，哪个？啊，无敢用乌卡里个竹。乌卡里个是最近只，吼，可是乌卡里什么？这几十年只，才矫正出来了。哦，以前无乌卡里个一个竹笋。啊，无你讲，咱的咸粽是用什么包的？绿竹笋啊。用绿竹。绿竹叶啊。绿竹叶啊，绿竹叶啊，唔是真细皮啊呢。哦，啊，你着食竹笋，唔捌知影，唔捌竹笋生做安怎？就食猪肉，唔知影猪四只脚拖到行。过去我的印象中是麻竹叶啊。麻竹叶细叶的啦。包麻竹叶细叶的，麻竹叶是细叶的，明中竹啊，麻竹、麻梨、长枝、刺竹，拢较细叶，干那绿竹叶上大叶，所以，这绿竹叶干那台湾有呢，这绿竹笋干那台湾有呢，听，所以包括日本毛肉粽啊，日本的肉粽也是长长的呀，对啊，对。伊叶啊细叶，一条。啊，日本包肉粽唔是用竹叶啊，是用个沙沙。什么叫沙沙？沙沙细啊叶，细啊就迄个草。嗯。像恁就是红台草迄款啊。嗯。像红台草迄个草，迄个沙沙，用沙沙包的啊。嗯。哦。啊，所以这个屈原因迄个所在包的啦，伊迄个所在包的哦，应该嘛是沙沙包的啦。哦。所以就那就我叫啊。湖州肉粽，福州啊，福州肉粽长长安尼，甜，用甘草安尼甜。迄就是细叶啊，咪包安尼两叶啊，较咪唔知安包吼。你遐包四角角是有够大，对啊，你拗过来啊，安尼啊，
哦，啊，就包起来就足水个，四角。所以无绿竹笋的所在吼，都无啦。哦，啊，那麻竹呢？麻竹袂袂。麻竹叶啊。麻竹叶较细叶也袂用得啦。哦。嗯，麻竹叶较细叶袂用得。我会见麻竹叶上大片啊。绿竹啦，绿竹啦，啊，那麻竹你嘛挽袂着。嗯。麻竹偌悬，你敢知？对，我知影，就爱用迄落竹果，迄落尾仔绑一个迄落镰刀吼，啊绑好安，伫遐咧吐落吐，迄落家己挂咧，家挂咧安尼，啊，着去捡迄挽起来，啊，着讲。免啦，免啦，迄个，嗯，绿竹了手去，无啦，讲麻竹啦，嘿啦。麻竹挽袂着。啊，所以讲，迄个肉肠。绿竹啊，用绿竹叶啊，用绿竹叶啊。啊，即摆台北这边只吼，是你讲用这个夹虾，嘿，夹虾吼，迄个只夹虾，嘿，夹虾就是你讲的这竹虾啦。嘿啦，嘿啦。笋，迄竹笋的虾。竹笋长含啊，起来了啊，落落来。哎，虾米竹笋？嘿，桂竹。啊，对，这个讲对。啊，无带你个食滴，唔捌看过滴个。这对啊吼。贵竹吼，贵竹个贵竹笋个虾包个啦，啊，就北部来讲，用个色啊，用个包啊，佫是去吹咧吼，迄两款个方法啦吼，肉粽是安尼，吼，啊，即摆来讲要米豆无当买啊，米豆有即摆拢外人来，即摆嘿，拢进口个，拢进口。好啊，咱你不是米豆是青个，青个米豆，吼，啊，即摆要包即个。干贝啊，足贵个哦。对啊。哦，乌米嘛足贵个哦。乌米即摆较细买啊，乌米，较多金膏个才当买吼。啊。啊，我即摆你安尼讲，我想着啊啦。咱若去食板豆，可比讲海霸王，伊许糯米饭顶悬都有下一层迄落，你讲迄落乌米。啊。吼，迄就是。啊，油饭啊。哦，嘿，油饭，迄内底差不多遐多块。对啊。迄阮讲叫乌米。啊，有人讲是金膏虾，吼，好，啊，即摆咱咧讲个基本这是这咧讲食个吼，咱咧讲这个五日节啊，这个白龙船吼，白龙船代理代理店写白啦，白扒，白龙船啦吼，啊，咱一般讲嘛讲啊，在咧扒龙船叫这白龙船这啊，唔对啦，唔对吼。啊，咱一般咧讲，就是讲啊，白龙船都以德国文化来讲，就是讲纪念屈原吼，也是种活动啦吼。吼，啊，讲起来嘛是好啦吼。啊，都遐有一个文人啊，挑钢丝啊，大家纪念安尼咧讲起，但是，我都那要讲真点吼，屈原是战国时代啦吼。战国时代。屈原是楚国即即爿湖南嘛吼，湖南，即湖南遐诶即个草地山内发生诶一个代志是安怎会伫一直传落到台湾？吼，即摆用钢诶才钢诶来咧。迄阵啊也无 email 啦吼，也无卫星啦。对啊，是安怎传？那是中国人传过来。对啊，啊，我即马就怀疑啦吼，怀疑讲，啊，东南亚原来有咧，东南亚原来有白龙船这啊，啊，伊也无讲五日这啊，伊嘛无讲马上这啊，伊嘛无讲屈原这啊，伊讲叫做白龙这啊，白龙这，伊讲是白龙这，啊，白龙这就甲台湾的白龙船，同款的意思啊。就是发音要同款的，对啦，吼。白龙船。啊，我再搁查，哎，原来意大利的威尼斯，吼，十八世纪迄下头啦，吼，威尼斯算是一个算海洋的代表了，对啦，哦，足济迄个海洋的技术跟威尼斯有关系。威尼斯这个所在遮啦，春天来到吼，我啦有一个迄落，有一个节。各船比赛的节，跟咱台湾这白龙船同款，但是伊的船是船尔，唔是龙船的，都无迄个龙安尼对啦。啊，因都无咧信龙，啊，就龙就无这个动物啦。伊都无迄个龙。吼，啊，咱台湾这个龙嘛，即马才画呢。
即摆画家煞画龙，那个画以前嘛无啦，以前咧旧嘛是过存那点啦吼。啊，你威尼斯迄个所在遐原来有即款字，威尼斯的字叫做博加隆，博加隆，吼，博加隆字。啊，我就怀疑讲，即博加隆字可能对即个殖民国家为东南亚来，东南亚叫做白龙字。白龙字，博加隆变白龙。白龙字为台湾来变做白龙字，是白龙字，是白啊白色的白，不是白啊，不是白，不是华龙船，不是哈，那华龙船呢？当然是个龙船，那讲白龙船，那白，不会就白啊哈。应该咱这个字吼，哦，源头我想讲应该是。为海洋国家的一个文化来，咱的厝边啊来的，较对，是中国的客源，客源带过来，迄过来较不是安尼，甲客源无关。我咧想是安尼啦吼，啊，我再搁再安怎想咧？想来讲，有一个问题咧，是讲，台湾有迄个一般咱迄个乡土有大节，是啥物种大节咧？过年啦吼。过年了后，吼，过年了后，这个上元，对，十五啊，哎呀，上元、中元、下元，哎，上元，啊，过来就是五月初五，吼，啊，过来是这中元普渡，吼，中元普渡，啊，这是咱台湾的民俗习俗个，中国民俗跟台湾民俗夹做伙去，夹做伙去，所以讲中元普渡变成了普渡了，然后中元。我去中国问了，看中国人有普渡，中国无普渡啊。中国无普渡啊。台湾有普渡，台湾无上元，也无中元。如果中国中元，吸入台湾的普渡，不是普渡中元，中元普渡。对啊，中元普渡。变爱入去，吼。是啊。啊，所以这个白龙船这有可能关系安尼，就咱那个就讲的十五这上元啊。阮遐是干呐讲话，做这正个十五嘞，无讲上元啦。啊，上元是后来变中国文化来讲话，做上元。啊，唔是讲正月半。对啦，讲正月半嘞。系啊。啊，这个正月半点吼。正月半有一个，有一个，迄个讲话做啥？炮打。炮打啥物？炮打土地公咯，还是炮打？这个。邯郸，炸邯郸，炸邯郸，炮打邯郸，这个炮打邯郸才是正台湾的，正台湾的，什么邯郸？对啊，什么叫邯郸啊？邯郸就是走街啊，走街迄种，迄个小蚕知了啊，是叫知了无？我唔知知了，我听无。希古拉斯啦，哦，迄是日本人讲希古拉斯啦，迄个，咱较早的家家户户灶卡吼，拢有迄个叽叽叽叽，迄个虾尾啊小蟋蟀，啊，钓啊的知了，哦，迄个咧好啦，吼，迄个咧好，咱咧灶卡那无迄款灶鸡啊咧好，迄个迄应该就无人啊啦。哦，伊咱有人伫遐住，唔是意思，唔是咱的意思讲，厝内若无走家好，这个厝内会亡去啦，未发展啦。咱有迄个观念啦，有迄个观念啦。啊，所以讲炸邯郸来，跟伊什么关系？灶家的名，灶家就是邯郸啦。那个灶家就邯郸啦。但这邯郸那个手来点寒人来吼，会点空。都袂好啊啦！啊，伊遐底内底生囝，都袂好啊吼，都袂好。啊，即马个正个十五，过春来，就见春啊，见春啊，应该着个醒来才对啦吼。对。所以炮打邯郸的意思，就是讲是海洋国家的人，啊，就寒人唔敢落水啊。即马开始回春了，大地回春了。啊，你个叫我醒就对了。以前阮老母啊吼，拢骂阮，
袂阮买啊，即个兄，阮第五个啦，我第六个嘛吼。袂阮第五个就同我讲，就邯郸爷，邯郸爷，会惊寒啦。阮穿较济衫，行较惊寒，穿啊敢若邯郸嘞。吼，邯郸惊寒，走街啊惊寒，寒人个叫嘞。所以正月十五啊，春天来啊，一起来泡大邯郸嘞，叫讲。啊，即爱困神嘞，爱醒来，都万米拢红花嘛，开始咧草啊嘛发出来啊，吼啊，啥物拢迄落，啊虫嘛搁活起来。啊，即个活动是日本也有哦，日本有迄落尼布达，尼布达巴朱里，尼布达伊好耕一个足大个，啊就大家安尼煮啊，安尼留咧了，啊甲放下烧去。啊，恁这邯郸嘛是啊，好用放火咯，创啥安尼吼？嗯，对啊。安尼。啊嘛，拢炸邯郸，拢伫咧车顶安尼啊，落去家放炮啊。那是一个表现，讲叫讲人啊，春天来啊，大家来个醒来啊。唔好搁伫遐咧困哦，唔好借机会伫遐咧叫哦，蛇嘛扬起啊，哎，草啊嘛生出来。啊，就是讲正月十五，人醒啊，春来醒啊，吼，了后五月初五。嗯。五月初五，吼，春足深啊，要热人啊，会使落海啊，会使落水来活动啊，所以这龙船，龙船节啊。哦，好好。龙船节。白龙船，咱台湾是叫白龙船，不是？白龙船。白龙船，不是华龙船，是白色的龙船。对，不是白色的龙船啦，是白龙船。白龙是一个名啊，白龙船哈。我来，我跳一。钓鱼个要讲话，甲迄落一个安尼啦吼。嗯，落迄落呢？你知影龙船花无？啥物叫龙船花？龙船花，我讲吼，我实在讲，我有一个时间，我这资料集无好了，我要要求政府宣告龙船花做国宝。来保护龙船花，我找三十年龙船花找。阮遐因开发期，咱龙船花拢无去啊！阮细汉的时候，即个五月七号清明了后，甲五月七号即个中间遮，所有的草埔啊，都发一种花，接管那遐，接管那遐。啊，细汉里啊，开迄个桥啊，是个花真水。啊，迄走起哪会去啊？挽起来，做很高挂咧。迄个做龙船花，话讲做白龙船花。即嘛，敢要有？啊，我就从安尼离开。高雄了，过来开发了，我等于阮遐玻璃车拢无，我车二十多档车无。我三年前吼，是花莲港车着，我甲买两三档回来，我摕回来种，啊，我种活来，我甲刷灾刷过死去，吼，刷灾过死去。啊，有一日我伫这个捷运站台底，我看到一个少年家摕一丛，摕一丛啊。我说：“哎呦，你了解这张？伊讲，伊是北岛的这个机场，有北岛的机场，伊草埔啊有生发过这个这张。这个花吼，龙船花，啊，当时啊不是无，当时啊有改名去。改做啥？阮讲龙船花，即马讲叫做清明草。哦，你若讲清明草，就使我来讲，玻璃还阁有。玻璃吼，我讲给你听，底也有呢。玻璃毋是规个玻璃拢有哦。玻璃吼，即马只有一个所在要去迄落，要去这个日月潭遐。半路啊，只有一个路插入去，啊，为只安尼入去，迄内底。有一个吼，人伫咧富裕啊，讲遐为着要予迄个火金菇啊，我倒转去遐，我知我知，遐是天然的，啥物啥物啥物蒸啥物蒸的对啦。嘿啦，遐阁有啦，遐阁有龙船花，甲我讲嘿。龙船花啊，嘿啦。啊，这龙船花我甲查看吼，台湾上细蕊的，会使讲世界上细蕊的兰花。哦，那是兰花，兰花科。哎，兰花，嘿，是兰花。上细蕊，啊，就真水啊！我摕上，啊，我甲种了，挖起来。伊个即马热人来吼，伊就打起就死去啊。啊，死去剩那个球根，剩那球根吼，球根蜜的。啊，明年，春天又搁发个，搁开花，啊，就蜜。哦，
教上说咩？宝贝。咱保你啦，咱来找啦。不像无啊。无啊。爱签这个签名甲白龙船这中间。好，签名，咱来约会啦，咱来约会，咱明年的这个过春，咱就来啦。对啊，对啊。好，啊，咱即摆休困一下，唔通即摆休困就走去保你呢？咱等下连咪大哥倒转来。无啦。哈。三十了，要搁倒转来。哦，讲三十就好呢。三十就好。好啦，吼，啊，咱今日就讲到这。